那可能以一个男友视角，假设这个镜头是你的女朋友，对着镜头跟她说想念她，假设她在国外，讲你的《星空左右》的歌词好了。宝贝，好久没有见你了，我只想要告诉你 ，I love you。啊，好多爱心。希望你也想我，你想我吗？有没有想我？有没有想我？我就知道没有。